徐子言啊，徐子言，都说火神火神，我看你就是火神中的火神。这刚刚还晴万里，怎么突然就下雨了？这是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哎呦妈呀！从昨天回来就一直闷闷不乐，今天这是以泪洗面呢。哎，能不哭吗？咱这店里的生意也是不见起色。对对，三妹，吃点东西吧。你放心，小吃店不会倒，我也不会走。王琛，啊，哎，张姐，早。怎么啦？搞了半天你在刻字啊？你没哭啊？有什么好哭的？哦，你以为我在哭啊？没哭，我就是看最近店里生意不太好，我来都懒得来了，所以我刻一个早字激励一下自己。毕竟再这么颓废下去，留给我的时间也不多了。你别急，我相信你。嗯。哎，这点心这么小，没见你做过呀？天气太热了，做太多也放不住。浪费，所以我做小一点也方便携带。我知道了。哎呀，张姐，你真是太聪明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呀？我知道怎么赚钱了。啊，这个是我最新研制的产品，香囊。这是茶包。茶包适合我。这个还是我从长姐点心里获取的灵感，将茶叶呢分成小份，装到这个茶包里面，方便携带，还可以随时冲泡。既然药材可以放在香囊里，那茶叶也不一定要做成茶饼，做成茶包也可以嘛。药能放进香囊里啊？可是这个会有人买吗？当然啦，这个东西啊，不管是外带、送礼。或者是自己在家冲泡都很方便，哪怕是作为酒楼里的茶水收买啊，都能节约不少冲泡时间。可是每一种茶的冲泡时间各有不同，快了或慢了，口感各异，这种方式泡的就不叫茶了。哎呀，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讲究啊？反正我是喝不出什么区别。我也是。我觉得不妥。干嘛呢？一个个脸色这么差。看看，这是我的新发明。香囊。哟，你和长姐还真是心有灵犀呀！但是这个是茶包。茶包？可以啊。这大大节省了冲泡时间啊。对吧？你也觉得可以吧？嗯。就徐子言说不会有人买。他说的也没错。新鲜事物，人们一时难以接受，很正常。给他们点时间。啊，那我给他们时间，谁给我时间啊？哎，你们赶紧帮我想想办法，怎么能把这卖出去？哎呀，众口难调啊！再说了，你打算把茶包卖给谁呢？一般会喝茶的人不会买。有没有感觉我今天有些变化？这是苏大师提的词吧？识货呀！我花了100两银子请他提的。万物丧志。柳青，我就这点爱好，这人无癖者不可与交。狡辩，他能卖钱吗？这可是无价之宝。再说了，这岩下城有多少爱慕苏大师的女子，都等着要他的字呢。我这多一份儿。
题词，我知道该怎么卖了。既然会喝茶的人不买，那我就卖给不会喝茶的人。瞧一瞧，看一看，印有苏大师、唐公子，还有秦公子和许大夫最新题词的茶包，还有听雨轩姑娘们小香的茶包，50文一包，多买多送。苏大师，给我来3包苏大师的题词。我要许公子的，来10包。唐公子，来20包。柳姑娘的画像，我全都要了。全都要了，全包钱，包钱，包钱。好好好，拿钱。来来来，拿着拿着。都有都有都有。哦，行行行。哎呀，这么多日子总算借了钱了，我这小命可算是保住喽。1、2、3、4。掌柜的，这是秦公子刚送来的最新题词。就他的卖不出去。哎呀，虽说他高产4母猪，但这质量不行，怎么办呀？钱都给了。喝了。哎呦，你吓死我！你怎么走路没声音啊？哎呀，一会儿喝吧，烦着呢。你忘了之前答应过我什么？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哎呦，怎么那么苦啊？你加了什么啊？你是不是看我最近茶包卖的好，你心里不爽，故意的？是，你没完子时才回来。我若不在里面加入当归党参，我怕你还没回到家就晕在路上了。哎，这不是忙吗？这不是东西卖不出去吗？你不是挺会卖的吗？搭配着卖呗。搭配着卖怎么卖呀？搭配着卖。哎呀，徐子嫣真是太棒了！你说你又会写词儿，还会想招，你怎么那么厉害呀？以后多苦的药我都喝啊！走了。喂，这么晚去哪儿？别闹，我先睡吧。来来来来，看一下最新出的茶包，50文一盒，100文有3盒。购买就有机会获得苏大师与上官问世的独家题词和听雨轩的独家画像，给我来5盒。好，来，哎，好。哎，烦死了，怎么又是这个心情的？我那有一堆他的词，哎，不行，我一定要抽到苏公子的，再给我来10盒。行，好的。来来来，好，都有都有，这是你的。这是在干什么？这么多人。哦，听说啊，你的你的，这许记小食店的夏姑娘正在卖茶包。茶包？是，她在茶包上印了名人题词和姑娘画像，受众多人喜欢。啊！什么？你要入股？我爹说了，他觉得你这盲猜茶包不错，想要入股。当然了。这其中也少不了我的一番美言。行，谢了兄弟。作为信息交换呢，这最近呐，长姐总是偷偷在看你。啊？会说你就多说点。你不觉得自从城隍庙回来之后，长姐的态度有所转变吗？没有啊。啊？还是那么爱答不理，很有魅力的样子。哎呀，果然这恋爱中的人都是瞎子，很有魅力。你小时候喜欢玩这个吗？没啥兴趣，这玩意儿属于没什么脑子的人，没什么人能玩得明白。不喜欢就算了。啊，你要送我？不瞒你说，
国一直对兵器很有研究。数数数数数数数。哎呀，您真是好眼光，百花争艳，唯白莲花纯洁无瑕，不染一丝污浊。我看你扇子上的吊坠丢了，送一个新的给你吧。好。哇，这白莲花跟我配得很啊。夏雨冰说的有点道理啊，柳青待我是与原来有些不同。儿媳妇儿，你和贵儿子成亲仓促，我也没备什么彩礼，这个小店的地契呢，就当做彩礼给你补上，还来得及吧？来得及，来得及，谢谢爹。哎，别客气，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现在就盼着你赶紧生个大胖小子。啊？嗯。爹，其实我，没事儿，我努力。好，我尽量。好。爷问了个娃娃问，无缘无故辱顾我儿媳妇的脸，我啷个让他比下去？老爷，您怎么也不找少爷商量一下？就许家的产业轮得上他指手画脚吗？他懂个屁！回家。是。哎呀，还差苏姑娘的小香，这一套就集齐了，太好了，完美！哎呀，气死我了！那夏雨冰又开始作妖，买什么盲猜茶包？现在全城的人都在买他的东西，什么玩意儿？哦。等会儿，你怀里那是什么？没什么，没什么，画像，画像而已。画像，给我看看。你还是别看了吧。哪？夏耀祖，你竟然买夏雨冰的东西，你疯了吗？谁叫他们在上面印了柳姑娘、苏姑娘、白姑娘、李姑娘的画像，所以我才一天天的就知道是听雨轩，柳莲花丛，你迟早被那些人害死。老爷，进来吧。徐府的老爷已将那小食店作为彩礼给了三小姐。哦，知道了，下去吧。爹，兰儿，你管管大哥，他胳膊肘往外拐，竟然买夏雨冰的东西。哎呀，都姓夏，买就买了吧，那又怎么了？爹，你……哎，你大哥我是不指望了。之前你与那三丫头分庭抗礼，倒是有点做生意的样子。还是爹教的好。哎，兰儿啊，你知道这做生意的精髓是什么吗？等着啊，爹教你，你先看看这两本账册有何不同啊。一个字大，一个字小。您还是太年轻了。这个账册呢，是我们自己看的；这个账册呢，是给程府司看。为什么要做两个账册啊？这做生意啊，精髓不在做，在于藏。有些人拼死拼活的赚钱，最后还不是交了等量的税，给程府司了。若是我们能从这税中扣除一些，岂不是花了更少的力气，比别人赚了更多的钱？啊，那不就是做假账？嘘，小点声，你这是要让程府司听到了，把你爹抓去了不是？薛大人，进来吧。表哥，你来了，我们走吧。
大伯，我带夏兰去灯会。好，去吧。早去早回。知道了，爹。走吧。夏德水果然有两个长子。我要这两个。表哥，表哥，你今日怎么如此心不在焉？最近太忙了，没休息好。我懂，再忙还是要注意身体。你放心，等过几日，我便跟爹爹说撕了你和夏雨冰的婚约。虽然这死丫头是家人了，但还霸占着婚约，真是的。我们俩在一块儿，还是得名正言顺，你说是不是啊？对了，娜，你知道大伯平日会把账册放在何处吗？怎么突然问这个？其实刚才我听到你们谈话了，阴阳账册不过是秘而不宣的事。我现在在城府司，若是需要我的帮助，当然义不容辞。多谢表哥，账册应该在我爹屋内吧？下次我问问他。哎呀，不说这些了，表哥，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买两个花灯吗？因为兔子一直陪伴着月亮，就像你一直陪伴着我。哎，小心点。哎，好了，就到这儿吧。神神秘秘的到底要做什么呀？自己看看。这是。你打开看看，来，我数了，3、2、1，真真真相。旧扩建别新房，改变环境精神爽，新旧运行新气象，一年更比一年强。你爹呢？把地契给我了，看在你给我题词的份上，我给你挪了个地儿。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哎呀，你这说的好像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合伙人似的。应该花了不少钱吧？我对你的心意，那是能用钱来衡量的吗？好，谢谢你。哎，我就当你是真的在谢我了。可这屋里也没什么变化呀。没有吗？这个。变化还不够大吗？啊！你可真是无奸不商啊！这夏掌柜，哎，都清点完了。哎，好来了。那个，我先去忙了，你慢慢参观。走了，走走走。辛苦啦！谢谢夏掌柜，谢谢夏掌柜。以后有活记得叫小人来，必须的。哎，走吧。哎呀，还是这屋够大，能放下所有的货物。大伯。你们怎么来了？雨冰，你回来了。啊，自打你做了这生意，我和你爹还没来看过，今儿特地过来瞧瞧。另外，你爹有事要跟你商量。啊，什么事儿啊？那什么，雨冰啊，这个许家呢，已经把这个店铺当做彩礼送给你了。按照习俗，女方的彩礼应当由娘家保管，所以呢，爹想和你商量商量，把这店铺交还给夏家。交还给夏家？对啊，这店铺就是你的彩礼，既然是彩礼，当然就是夏家的东西，对吧，大哥？可是这店是我起早贪黑拼命打拼下来的。哎呀，爹知道你起早贪黑不容易，可是自古以来
出嫁女子的彩礼就该归娘家所有。可是我出嫁的时候，夏家有管过我吗？有给过我嫁妆吗？我小弟困难的时候有帮过我忙吗？从小到大最好的都是给夏兰。啊，我知道了，你们现在就是看我发迹了，眼红了。我凭什么把店给你们？就凭夏家给你这条命。没有夏家的抚养，你能有今天吗？没有夏家人这身份，那许家公子能娶你吗？于冰啊，做子女的不能忘恩负义。这传出去，让别人怎么看待夏家，怎么看待你爹啊？就是。您要是执意不肯交店，那你和夏家从此可就没有任何瓜葛了。女儿啊，老祖宗留下来的习俗，他不能违背。你大伯是为你好，那子女不孝的事一旦传出去，别人怎么想你，怎么看我？你爹说的对，这生意是小，师德是大，况且啊，又不是不让你经营了，这店归在夏家名下，但经营还是归你啊。对嘛，你再好好想想啊。哼，老实的，想想吧。兄弟啊，不是我说你，这夏雨冰明摆着是因为印信和账册被娘家收走，才会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你现在还开这种玩笑，我这……哎，你有什么办法才能让他不这样？兄弟啊，女人是用来疼爱的，你要让她感到甜，不是苦。你告诉我，她最喜欢什么？钱。钱还代表着什么？小食店。没错。一个喜欢钱的人被夺走了自己的事业，做什么能够让他重新振作起来？给他钱。啊，咱能别这么简单粗暴啊！发散你的思维，除了直接给钱，做什么能够让他重新振作，还能觉得你这个人很暖，很用心，很爱他。我这有两张今晚的戏票，你可以和大伯去看。表哥，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去啊？城府司公务繁多，我连今晚几点入寝都不知道。啊，表哥你太辛苦了吧。习惯了。那我就先回去了，你替我好好看戏，下次说给我听。表哥再见。宣布给票也不给个好点的位置。爹，你别这么说表哥，表哥也是一番好意。
程夫子大人，3200银可曾收到？小民府上有一对下人夫妇，可做替罪之用。小民以其独子相诱，二人已同意为此事代为受罚，还望程夫子大人相助。可恨老者太不利，杀我送亲为纳尊，今日定要报复仇，定叫老者一命亡。账目作假，罪不至死。若你坚持将他们夫妇二人定为死罪，以绝后患，也并非没有办法。你说像表哥这么优秀的人，夏雨冰根本配不上他，对吧？薛木配三丫头，那是差了点儿，是吧？像表哥这么优秀的人，就应该配得上优秀的女子，比如……比如谁啊？你女儿我呀！你再说一遍。我和表哥不配吗？兰儿啊，你的人生路那还长着呢，以后的选择还多着呢，薛木配不上你。为什么？我怎么能让那个贩夫走卒之后娶了我的宝贝女儿呢？做梦！以后啊，你少跟那个薛木来往。爹爹，表哥哪里不好了？虽然他出身是低了点，但他现在已经是夫府司了，今后前途无量啊。而且表哥他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对我又很好，我是真心喜欢他的。你就成全我们吧。住嘴！我就是把你关在屋里一辈子，也不会让你嫁给那个家伙。你现在啊，就给我断了那份念想。爹，你吓到我了。兰儿啊，爹这是为你好啊，啊，听话。谁呀？许姑爷来了。啊，紫妍来了。嗯，坐吧。这大白天的不在店里，帮衬雨冰做生意，怎么跑我这儿来了？许久未见，带了些薄礼。贤婿啊，没事多来走动走动就好。这送不送礼的都是次要的。嗯，有些话想与岳父先说清楚。什么话呀？店铺的印信能否还回来？那得看你这心意够不够了。这些药材可用来入药和泡酒。不错不错，这些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啊。哎，临县的特产，特意托人捎来的。这就更好了，临县的瓜果是出了名的果味香甜啊。哎呀，好。这印信的事儿嘛，好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嘛。来来来来，吃点瓜子儿啊！不吃了，现在就去拿银杏，我和你一起。贤婿啊，这婚嫁彩礼自古以来都是由娘家保管，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再者说，你和雨冰已经成亲了，都是一家人，是吧？你又何必纠结这些呢？雨冰是你的亲闺女，
他现在因为印星的事情，每天茶不思饭不想，你可知道？哎呀，你干嘛如此暴躁？这印信现在也不在我手上，我也做不了主，不是？你是他父亲，你不能做主，谁能做主？我。子言啊，我知道你从小就丰衣足食，人也聪明，做什么事都一帆风顺。也正是因为如此，你对很多生活的道理还是不明白呀。小食店本就是我们许家的家产，赠与与兵定当由他掌管，你们不顾廉耻强取豪夺，有什么道理可言？这茶之所以这么醇厚，正是因为反复冲泡掉了苦涩。生活如茶，要吃过一些苦，才会有往后的回甘。反复冲泡只会冲出茶叶中的毒素，若是常年喝这样的茶，定然会有一些隐患。你身患心痹，或许便和这有关系。目无尊长，我告诉你，印信我不可能给你。开个价吧，多少钱我买回来便是。买？许家的东西再由许家人出钱买回去？许家老头子要是知道他生了个胳膊肘往外拐的儿子，他会怎么想？雨冰本就是我们许家之人，不是外人。你还是太年轻了，回去吧。为了些蝇头小利而置血亲于不顾，身为一家之主，你也未免太心胸狭隘了吧？放肆！你的心病尚未治愈，不宜动怒，我改日再来拜访。你，少爷，谈的怎么样啊？要不是看在他们是长辈的份上，我都要动手了。心痹发作，来势快，呼吸不畅，已导致昏厥。不行，我得回去看看。少爷，你去哪儿？少爷，啊，这是快上报城府司。啊，好。大人，就是这个畜生，他害死了我爹。别瞎说，你爹的死跟我们家少爷无关，我们好心报案，还被你反咬一口。因为你们做贼心虚。以为主动报案就不会被怀疑。我都说了，夏德水的死与我无关。你跟我爹独处一室，他好端端的突然就死了，怎会与你无关？或许是做多了坏事遭报应了。你再说一遍，看我撕不撕烂你的嘴。你好了，肃清。许家公子，本官有话问你，此事你可还有何话要说？禀大人，今日我与夏德水交谈约莫半炷香时，他的身体不适，我便告辞离去。可在回去的路上，我觉得事情不对，担心是心痹前兆，便折返回去。可当我赶到时，夏德水已经死了。我爹明明好好的，哪里来的心痹？就是你，就是你害死了我爹。是啊，我大哥平日身体无恙，没见过他有什么大碍啊。哎，这样，本官再来问你，你怎么知道死者夏德水是因心痹而死啊？大人，我能否问夏家人几个问题？问。夏德水平日是否有胸口闷痛？好像是有。有又怎样？不过是平日多吃了点，胃胀胸闷罢了。
那你爹是否会有气短不适，需要别人扶着才能躺在床上？有过，不过是年纪大了让人扶一下，很奇怪吗？这些症状是不是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有两年多了，不过这是我们人人都会得的小毛病，这和心痹有关系吗？根据我行医的经验，胸痛彻背，心悸气短，喘息难卧，这些症状并非是胀气，而是心痹。而夏德水患有严重的心痹，这才是他死亡真正的原因。不久前，夏德水前来许记小食店，便因为心痹而暂时昏迷。你血口喷人！我爹根本没病，就算有，也是被你气晕的。你就是个庸医。我是不是庸医，你说了不算。哎，素晶，我坐。大人，心痹的症状确实是胸中滞闷、心悸、心痛，但这只是许大夫的推断而已，并不能证明死者死前患有心痹。听见没？这都是徐子言的一面之词，你还想怎么狡辩？大人，事已至此，恐怕只能验尸了。你害死我爹，还想侮辱我爹尸体，你这个畜生！我跟你拼了！哎，大师娘，放肆！来人，将他们二人拉开！大人，是他们先动的手，我家少爷可没还手。岂有此理！简直是胡闹！这里是公堂，在公堂之上，岂容尔等如此放肆？你夏家若是有疑问，可以申诉；若是胆敢再次胡闹的话，无论是任何人，一律收押。死者夏德水的尸身并未发现有他杀的痕迹，且没有证据证明死者的死与许家公子有直接的关系。判徐子言无罪，当堂释放，此案就此了结。全部